소환사가 다시 연결되었습니다.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 我得再 A 你一下。 他不敢踢，没事。 人家一级哈达都学E，他学 Q。 差不多得推了，马上炮车兵，不推我们的兵线会被卡在塔前。他能吸血，插个眼的。 这啥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旁边有人啊，还是怎么回事呢？让我损失了两个兵。 没法争啊，无敌人！不要被他一刀啊！ 这E他骸骨镀层，他应该是主E的 ，Q 一下，走位躲E，走位躲E，走位躲E，E A W A 接双 Q 往前走来，直接套点盐吃药，平 A， 平 A 接 Q， 平 A 接 E 死掉，卡他位置。 直接走回家，留个假猴让他踹。他 Q 回来，他 Q 不 Q 回来，他也要死了，这不是？这也没办法买药了呀，不买了，这么出门卡兵线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让他卡。 啊，我已经释怀了。像这种兵线，如果他们想卡的话，就让他们卡，我无所谓了。这就是我带点盐的弊端。先E他骸骨，没E到。 走位躲E，来控一手线儿。
那蛤蟆的 E 基本上走位都能躲掉，尽量用走位躲掉他的 E， 知道吧？上去勾引他。这 E 不吃啊。平雷接 Q。好，这波等他出来啊，六秒钟以后把他杀了，因为他这波没有 E， 他必定是踢我们假猴的。只要他敢出来，他要么交闪，要么死。啊，那他不出来那就算了。我这波没把握杀他，他要想慢慢跟我耗，那我们就慢慢跟他耗，没有关系。打个眼儿到右边，直接转儿。我交闪现，我不墨迹，我交闪现。要啥杀我？冰月无所谓，不吃了，我这块冰不吃了。演员好了，回头秒他。第一，他有闪现；第二，后边他有包女儿，能给他来一口。我现在就突出一个字儿：稳健。这波他来上路，队友就拿龙，你让我亏我就亏，无所谓，我就不死，就不死。这队友到底行不行啊？怎么还能打亏了呢？四秒的大招，等一会儿。一滩骸骨，抠他，没遇到我，又来人了，啊，又来人了，这挺有意思啊。踹我，咱就没招了。一个都打不死啊！这链是怎么链人的？这是咋链的呀？哎呀，我的天哪！你看，我就知道这把应该是要输，你看吗？我就有预感，因为我们是赢的实在是太多了。那乌迪人在下路打龙，打了五分钟没打掉。对，我们家中单出六个多蓝戒，心态爆炸了。没事，很正常。
不行，不好杀呀！波塔比파괴되었습니다。太幼了，有点。哎呀，关键塔皮掉的太多了。저는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我们没有办法，你那波包子来的那波让我亏的有点多，下路必须打出优势。下路如果没打出优势，我们就是硬亏。我要是这蛤子，我都直接踹上来。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吵架呗，还能说啥？你是输得太快了，我打韩国，韩国估计打的除了吵架还能干啥？废物，简直是废物。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输一把正常，然后输一把开始再赢两把，今天就晋级赛刚刚好。你是不是觉得我杀不了你牛头？杀你个牛！中路指环王看着恶心，你不用恶心，兄弟啊，你不用恶心，这属于正常现象。你赢了八九把了，一定会碰傻逼，这是必然的。除非是分段太低。저기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要拼了呢！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저기학살중입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不过他们也挺好，不浪费我的时间。能吃我的就抓紧吃干。太的，那你还要再打两把？嗯，我不是还再打两把，我得再打五把呢。那你